大家好啊，马上要过春节了啊，这个台独也发春联了啊，又震惊到我了。这个台湾大家知道啊，台湾这帮台独啊，他是去中国化呀，不彻底嘛，竟然还发春联啊！这是台湾叫台湾激进台南党部啊，这个搬迁啊，发2000份的这个春联啊，写的叫台湾虎气了。台独顽固分子虎气满满，还用12生肖，知道过虎年你不去中国化吗？台独顽固分子们啊，你说你台湾人自己写这个东西，这不打自己脸吗？去中国化，你不叫台湾吗？你不 number one 吗？用什么中国文字啊？赶紧给自己发明点文字，别写这个中文了。什么叫虎气呀？虎年，虎年那是中国人过虎年，你们台湾人是不是蟑螂啊、臭虫啊、海里的动物啊，什么章鱼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台湾有点啥？你们熊是吧？你们台湾不还有个熊吗？台湾的熊，不行，把蔡英文是吧？蔡英文裱起来，蔡英文每年挂在门上，蔡英文呐、柯文哲呀，是不是这帮人台独都可以放上去，对不对？孙昌就算了，孙昌那个没头发啊，这放起来不太雅观，是不是？都可以作为吉祥物嘛，是不是？过年把他们挂起来，你过什么虎年呢？虎年是中国人过节，中国年，中国年，听懂没有啊？那叫 Chinese Year，你不叫台湾吗？两岸不互不隶属吗？一片。你怎么不支持台独？你不叫激进啊？你不台湾激进党吗？不激进了，又过虎年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不行啊！你这春节是不是年夜饭不能吃？是不是谁给你拜年，谁给你送红包？不收，不过年，对不对？虎年不过虎年，把蔡英文裱起来，把台独这帮玩意儿裱起来，把李登辉裱起来挂上。对吧？过什么中国年啊？去中国化呀！不彻底啊，小台独们，不彻底。我说这逻辑没毛病，你记住了啊？红色，红色是什么红色啊？你敢问红色？大逆不道，是吧？红色在台湾来说，是不是啊？那是最危险的颜色啊！赶紧把红色撤下来啊！台独顽固分子用红色，红色的底。上面写着"台独顽固分子"，我的妈呀，这里面信息量好大呀！台独顽固分子原来是红色的啊，不用抹红了啊，绿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一身绿，过年时候全部绿色，你们这才叫台独，不能用红色，用绿，是吧？是吧？戴了个小绿帽，是不是？小绿袜啊，绿手套，一身绿。对吧？门上也贴绿春联儿，是吧？拿着你们自己发明的文字啊，贴个什么蟑螂啊、章鱼啊、鲨鱼啊，是不是？嘣，哎，蔡英文啊，嘣，李登辉贴上，都是绿色。我的妈呀，我都很难想象啊，那个景象啊，那个景象到底是，这叫台湾，这叫 number one 啊，真正做到了爱台湾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这个节目里边点出很多啊，你们这帮台独啊，大逆不道的行为，竟然过中国年，去中国，这一年又过去了啊！我想问问台独啊，咱们这个台湾国什么时候建立呀？他知道我武统啊，武统等不及了，我等了你多少年了？等了你们独立多少年了？什么时候咱这个台湾国建立呀？别让我们等太急了，是不是啊？70年过去了，老子等了你们70年了，还不独立呀、怎么还叫支那呢？怎么还拿个支那共和国护照呢？是不是？怎么还拿支那共和国护照呢？啊？什么时候独立呀、能不能给我们个交代呀、是不是？我们。我真的啊，我等不及了，一年过去了，啊，你们这帮台独有没有行动啊？
啊，就骗人呢！什么时候真正宣布独立啊？大陆给你压力是不是？一定要扛住这个压力啊，完成台湾人民的心愿，对不对？台湾的民意是什么？台湾独立呀、啊！台湾人民给你的心愿是不是？要完成台湾人民给你的心愿，宣布独立，尽快完成。一年过去了，没动静啊！竟然过中国年，过春节呀、啊？还互相之间问候啊，还作揖呢！我的妈呀，你不去中国化吗？不去中国化吗？这都是支那呀，这都是支那呀！啊，小台独们，这都是支那，这都是大逆不道啊！啊，怎么过春节啊？竟然还抹红啊，门上还贴红的，台湾人听懂没有？你们台湾现在是整个世界啊，也乃至整个宇宙最矛盾的地方，最魔幻现实的地方，多魔幻啊！去中国管自己叫支那，然后呢，支那还过中国年啊，然后过完年反过来就是什么？哎，就去中国，天天说中国这个中国那个，然后过中国年啊，支那中国叫支那，然后呢？护照上写的 Republic 支那，支那共和国，人手一本支那护照。台湾人啊，要觉醒！台湾人是不是？你不能这么欺骗自己，是不是？下一代怎么办呢？那台湾的小孩，你看这么拧巴的生活，这一代一代一代，是不是？那精神都错乱了，那小孩怎么活呀？没有个良好教育啊，你说怎么活？这帮小孩儿，台独管自己叫支那，打自己大嘴巴子，最后还得过春节。你看，就我说每次到春节啊，就是台湾整体性的精神错乱时期。哎，也不骂中国了，也不骂支那了，又开始啊玩中国这一套了，又开始抹红了，互相之间抹红啊。恭喜发财呀，都是红的啊！过完年马上就变，过完年就变啊！你是红的，你是这个，马上啊！你是支那，你是中国，我们不是中国，中国是我们敌人。那我在想问啊，你过年你说这些话，它能成真吗？好好想想啊，过完年是不是就马上变卦？你这玩意儿能成真吗？人说了，心诚则灵啊，你这心也不诚啊，难怪你们是不是干啥啥不成啊？老天爷都不保佑你们，难怪老地震呐、啊，难怪老出事儿啊，难怪老闹鬼啊！台湾的鬼可多了，我每次看台湾节目都是鬼啊，那台湾的节目专门有节目做鬼的，台湾净整那鬼事儿，是不是？那你们台湾鬼多呀，是吧？这个鬼那个鬼的，是不是？好好想我今天讲的，啊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，啊，Number One，哇咖喱贡，包瓜，是不是？要做台湾人，门上的红色儿得撤下来，嗯，去中国化要彻底，不说中国话，不吃中餐，不过中国年。能做到这几样，我觉得你是真正的台湾人，能不能做到啊？小台独们一定要做到啊，不然就是打自己大嘴巴子，不彻底骗人，玩假的，混蛋！